是牛肉汤的部分。港仔早茶。哎，我帮你看那天花板，那你要开花了。啊？什么天花板？那个啊，它根本就没有天花板。这么厉害？是吗？是。是果酱。是药炖排骨。是日本丸呢。是关哦，关东煮还有寿司呢。你要吃牛哥？牛哥？这是什么？是充满牛的卤味啊！我们那边有酸梅汤、鹅筋、臭豆腐。鸟鸟鸟，坐这个鸟，欢乐的鸟，蟹在烧，那是鹦鹉吗？看起来像鸟。烧肉串，地瓜球，鱿鱼烤小卷，羊肉串，羊肉放外面都不用冰箱。那我们现在一直走是走去哪里？我去吃牛魔。环岛一周再决定我们要哪一间，是不是？我要吃东西啊。好，你只是来逛街的。牛魔王牛排，一条根。你不是要吃臭豆腐是吗？你要来吃臭豆腐。你要来吃炭烤鸡排。还是要吃炭烤玉米？哪里有炭烤玉米？因为我后来觉得他们玉米真的很多。那你不如回家自己用。你可以用瓦斯炉玉米、西瓜汁，你想要买梳子，哎呦，这看起来像爹地的梳子呢。